线上国际论坛，我们在2:30的时候要正式展开了，还有10分钟的时间，有一些小小的事项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讲者也好，还有听众也好，所以呢，在过程当中要请您关闭您的麦克风，让我们的整个 symposium 可以顺利的进行。那么全程也提供的是中英文的同步口译服务，因为我们今天的4位讲者分别是有来自台湾、还有瑞士、还有日本以及南韩，所以我们以中英文的2个语言来进行同步口译。在左下方的地球图示，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语言。So during the symposium, which starts at 2:30, feel free to ask any questions. So maybe I should say to type. 好，那会议中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再欢迎各位点下面的问答空间哦，来去输入您的一个问题。在画面的右下角，我们会看到3点的图案哦。那这里的话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开启问与答的功能，请输入你们的姓名，或者是你们的组织单位，还有用谁来回答问题，谢谢。月的提问哦，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形式规范的关系，要麻烦大家，我们统一使用 Webex 的问与答功能。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你有看到一个图示，那么点开来的第一个就是问与答 Q&A 的区块。那么在您打字的时候，中文或英文都可以，我们最后会由我这边统一发送给我们的讲者。那也请你要提供你的名字，还有你希望谁可以来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你代表的组织、学校或者是博物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相信今天我们有从不同时区的讲者，有很多是排除万难哦，先前就把这些丰富的内容准备好，相信今天下午呢，大家都会非常有收获一段时光。好，这边也是小小的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目前已经有30位参加者了，包含我们的4位 panelists，还有我们来自台湾一些其他的组织，还有地方跟博物馆相关的一些成员。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除了待会会邀请洪世佑馆长来进行一个小小的 opening 之外呢，欢迎大家来吃完，我们会照团体照哈。所以至少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如果大家状况许可，或者是网络连线稳定的话，我们至少在前半部，我们可以先把您这个设备上的镜头先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用截图的方式替大家今天所有的成员聚在数10个人嘛，好，留一个团体照在这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再准备一下哈。我们待会大概在2:30的时候正式开始，那大概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有一个照团体照的环节。So for today's symposium, we will take a group photo. So if you feel comfortable doing it, please turn on your 那今天呢，愿意开启您的摄像镜头，然后来一起拍团体照的话呢，很欢迎在我们的团体照的环节一起开启您的镜头哦。
Okay, so it's 2:30 sharp Taipei time. 好的，现在时间是台湾时间2:30下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首先呢，很高兴各位能够去参加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多声道聚焦亚太观点线上国际论坛。这是呢我们台湾立台湾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会议哦。啊，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亚太地区的博物馆的各位贵宾。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独特的一些观点和想法。那今天呢，如果在会议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很欢迎在我们的问与答区域输入您的问题。那今天的会议，首先呢，我们想先去邀请我们国立台湾博物馆的童世佑馆长来为我们致开幕致辞，谢谢。主持人还有 ICOM Natis 的主席 Dori Ulemis 女士，还有洪广济教授，我还看到科博馆的这个焦馆长，还有各位语坛人，还有与会的贵宾，早安或者午安。今年八月，我和许多台湾博物馆界的代表到达捷克布拉格去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每三年一次的大会，是博物馆界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会议。今年的大会，大家引领期盼的不只是博物馆新定义的发表以及表决，同时也是 COVID-19 疫情以来第一次的出国会议的行程，更是 ICOM 大会首度采线上跟实体双轨进行的会议，在各方面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今年发表的博物馆新定义更确立了博物馆应该向大众开放，需要兼具禁用性跟包容性，并且促进多样性跟永续性，而且博物馆应该以伦理、专业和社群参与的方式运作跟交流。这些比旧的定义多出来的这些关键字，不仅是台湾的博物馆社群，也是包含邻近台湾的亚太地区各博物馆所大家长期努力的目标。而这次的大会的学术讨论中一再讨论跟强调的就是在地的参与以及在地的智慧是让环境永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今年八月博物馆新定义刚发表，今天又刚好是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最后一天的会议，我们很高兴跟国发会有计划上的合作，有这个机会邀请亚洲地区跟欧洲地区的博物馆专家们，还有 ICOM NAPIS 国际自然史博物馆委员会的成员，一同来讨论博物馆迫切需要讨论的气候变迁以及公民参与的问题。除了比较不同地区的博物馆有什么促进永续发展的策略，也能共同来思考在新定义发表后未来十年我们要如何突破既有的框架，让博物馆成为社会跟环境永续的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welcoming remarks, Director. 好，谢谢你馆长洪馆长。那洪馆长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年呢有释出了针对博物馆的新定义哦。那我想博物馆这边呢开始扮演着比较积极的一个角色，让各地在地的这些社群成员都可以去参与，那同时也去着手去考量处理全球面对的问题，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课题相关的一些参与，还有来处理这些事情。 So today to mark today's event, now let's 在今天的活动哦，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即将进入拍团体照的时间。首先，我们要邀请所有的与会贵宾开启你们的镜头，把我们的设备的镜头给打开，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留下一个纪念。S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feel free to turn on your camera for a good photo。请大家一起来去开启我们的摄影镜头。那再来，我们的主持人呢就会在这边去拍照。一、
二三，好，微笑，再来一次，一二三，好的，好，谢谢。那我想大家是不是都没问题了呢？好的，好的。那当然呢，我们在会议的过程中，也很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去截图、去拍照。那再次感谢洪馆长为我们今天致开幕词。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有博物馆多声道聚焦亚太观点线上国际论坛，主要呢会分成三个环节，也主要分成三个活动哦。那就是，那其实就像今天呢，我们要处理的主题就像是气候变迁还有公民参与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去看看大家能不能够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在下礼拜我们还有另外两个主题，解职的博物馆以及多元包容的博物馆哦。那我想是11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举行另外的两场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永续的博物馆，今天我们有四位讲者来自世界各地。那这边呢等一下我们会依序的唱名各位讲者的名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举手向大家致意。好，首先是我们来自日本的龟田佳代子教授，再来是我们来自台湾的胡哲豪教授。好，我们可以挥挥手跟观众致意。再来呢是我们的张二全教授，是我们来自韩国的张二全教授。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的 Nicholas Kramer 教授，他是来自瑞士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位讲者会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发表演说，所以这边呢我也准备好了 iPad 来为各位计时。那在剩下倒数一分钟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各位的讲者，然后可能会有稍微小声的一个铃声哦，不会太大声，提醒各位时间。然后再来15分钟的发表演讲之后，我们会有5分钟的问答时间。所以在整个演讲途中，我们欢迎所有的与会贵宾都能够透过我们的问与答来去递交您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点选右下角三个点这里，然后点问与答来去递交您的问题。那这里的话呢，我想大家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也记得要先附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组织单位等等，让我们更加了解您的问题，还有您要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首先呢，我们今天要邀请龟田佳代子教授，他是来自日本琵琶湖博物馆，他今天的讲题是滋贺县立琵琶湖博物馆的研究特色、当地居民的参与以及对环境议题的贡献。现在来我们欢迎龟田佳代子博士，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是来自日本琵琶湖博物馆的龟田佳代子，让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荧幕。Work smoothly， 希望能够一切顺畅。Please wait a moment. 请稍等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研讨会，我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里来介绍我们博物馆的一些活动。请多关照。That's only. 刚刚那是我唯一所会的中文了，那我会以英文来演讲。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我会以英文来演讲，感谢各位的包容。那我想现在应该是我要来分享荧幕。今天我想要介绍
是我们博物馆研究的相关活动，包括当地居民的参与。Museum situated 我们的博物馆是位在琵琶湖的旁边，它是在日本的一个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所以它有非常深远的历史，特别是在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博物馆呢，希望可以去思考湖泊与人之间共存的关系。在我们的博物馆研究呢，是活动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在日本的博物馆当中，研究不被认为是博物馆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对一般人来说，但是我们博物馆觉得，在举办活动的同时，研究也是很基本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去进行一些研究，并且在湖泊与人的主题下，跟周边的当地居民一起合作。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活动的形象，也就是一棵树。基本上呢，调查与收集呢是这些根，树的根，那它会吸收知识。接下来研究就是树干，那这棵树会发展出树叶，并且开结果、开花结果，它都是运用这些根源的营养物。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and 那我们会运用这个研究的过程来去举办相关的博物馆展览，这个是我们活动一个理想的进行方式。其中，我们博物馆最有特色的研究之一是这公民科学。我们有一些公民科学相关的系统，其中一个是田野报道者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会员呢会，我们的成员会去调查他们当地周边的自然、历史以及文化层面，都是在滋贺县里面。那这个田野调查者、田野报道者的研究结果呢，会结合在博物馆的展品或者是公共服务，有时候呢会去提醒大众环境改变以及问题相关的知识。再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哈西嘎 K，就是搭桥式系统。基本上，使用者呢会去登录这个系统，并且参与博物馆的研究、外展服务以及展览的一些活动。然后他们都是去独立参加。那我们会提供非常多不同的机会给这些使用者来去参与博物馆活动。那所以我们有一个群体。基本上这个搭桥系统呢，这个哈西卡给就是滋贺的一个方言，它本来是去能够搭上男女之间的线，然后让他们能够互相认识，后来引申为人与人之间认识的媒介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们搭桥群体的一个研究结果，在日文是叫做 Unokai，那它的意思就是鱼类研究组，他们会去研究相关的鱼类，这些成员包括小孩子，会去田野当中采样，记录这些资料，他们会去做资料分析之后做成研究报告或者是发表论文，这个是
我们田野报道者调查的一个结果范例，首先是这个塞尔的调查，它是在2006年、2011年还有2016年调查了3次。塞尔呢，其实对于这个区域的人来说是蛮常见的物种。所以我们在滋贺县去调查它的分布，特别是多样带大衰儿，它是会被双翅目的物种所寄生。所以这个分布地图的结果就是了解衰儿的分布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那因为寄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我们也担心是跟环境变迁有所关联，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一些寄生蝇呢，是从西南方中国的温带地区所过来的，但是寄生率呢？在滋贺县并没有改变，而且也没有快速的扩展。再来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年的海狸鼠调查，还有去年也有调查一次。那海狸鼠是日本一个特别的外来种，那他们会去吃这些水产植物、双壳类或者一些些农作物，像是稻米等等，然后破坏田埂等等。那为了要了解滋贺县海狸鼠的分布，我们就进行了田野调查。那这个地图呢，是我们调查的结果，红点呢是它们分布的位置。再来右图的这个黑点或蓝点呢，是我们调查的位置，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基本上在整个滋贺县呢，都有会看到这个物种海狸鼠。这个田野报道者调查的结果呢，对于当地政府来处理这种外来种来说是很重要的资讯，他们可以获得这个县的资料，然后再进一步的调查，来去了解相关物种的分布。再来，另外一个特色研究是比较学术性、比较有专业性的研究，就是一个全面性的研究。我们的博物馆一直都在做全面且跨学科的研究活动。我们会以创新及独特的观点来进行，不会是只遵照单一的准则。我们的博物馆有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家，像是自然科学、历史、考古或是社会科学等等。那当地政府的官员呢，也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在执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上具有优势。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执行研究的范例，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琵琶湖的环境变迁以及它的分水岭，那这边显示出过去150年的资料。透过在琵琶湖收集各种不同的环境变迁资料以及它的集水区，那我们是从江户时代开始，江户时代结束之后到现在大概150年间的资料，希望可以去厘清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我们去选择这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们通常在环境变迁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资料。
那从1850年、1860年代开始到现在，是经济发展很快速的时期。但是从江户时代后期到现在呢，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有所变化。influence 所以的它也会去影响环境，也会影响琵琶湖的环境，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厘清这些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结果当中，我们也尝试来探索未来湖泊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目前呢正在执行这个计划。第二个全面研究的范例，其实是我自己的研究，就是在鸬鹚以及当地居民之间的历史关系，在多个地方呢，都看到越来越多的鸬鹚，他们会吃鱼，所以会在淡水出。区域或者是森林区域破坏那边的生态系，所以这个是人类与鸬鹚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原生的鸬鹚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从一些历史上的记录来去尝试应用这样的资讯。来去解决现在的冲突，在不同领域的全面性研究是能够进行的，因为研究科学家他们有不同的学术背景，还有当地政府的行政人员呢，都会跟我们一起合作，就像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在琵琶湖博物馆，最理想的研究呢，是能够发现琵琶湖的全新价值，我们会结合专业的研究员以及透过当地人员的参与一起来进行。我们会再将相关的结果发布给全世界，让大家了解琵琶湖的价值。这就是我简报的内容，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龟田女士，你的时间控制得非常好。好，我个人蛮好奇的，你刚刚讲到研究，就是研究是你们博物馆的树干，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我们也知道资料的准确性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讲到你们会参与一些。会加入一些系统，像是搭桥系统，以及纳入学生来一起研究。我想要知道你们要怎么去验证这些资料是有效的还是准确呢？其实，在这个搭桥系统 （Hashikage） 里面的成员，有些人，特别是在收集资料的人。例如，在这个鱼类研究组里面，有些人非常擅长于辨识鱼类，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技能，能够去找到这些鱼。他们会去教这些小孩或是其他成员要怎么去辨识鱼类，所以他们会互相学习，所以他们就可以一起确保这个资料的准确性。那你们博物馆有多少工作人员呢？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有教育人员、有研究员以及一些行政人员，那你们博物馆里面呢，有多少人呢？多少工作人员呢？
研究科学家大概有30人。那当地政府的官员大概是10人左右。Not like hundreds of people.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有上百人都在做这个研究，没有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也有兼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协助一些策展的工作，或者协助典藏等等。所以我们博物馆里面呢，其实有蛮多人一起在合作工作的。那在你的场次结束之前呢，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聊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你们博物馆目前正在进行的展览，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日本旅游，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参观。Because when I Google your, 因为我在网络上搜寻你的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蛮多台湾人留下评价，说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棒，大家一定要来。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博物馆有没有提供一些特别的导览，提供给像是中文的旅客或者是国际的旅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照片，在我这张最后一页投影片上。那湖泊的旁边就是我们博物馆的建筑物，在博物馆的前方就是琵琶湖。在中间这张照片呢，就是从博物馆看出去的样子，这就是琵琶湖。琵琶湖本身，我们认为它就是我们博物馆的核心。所以，我们的博物馆的资料呢，真的就是这个湖泊周边最真实的资讯。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博物馆都是直接跟这个湖泊相关资讯有关的内容。谢谢龟田博士，可能未来呢，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你们的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来邀请第二位讲者胡哲豪，他目前是一所大学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的讲题呢是依循祖灵的鹿沼土地，原住民在地知识的力量与突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胡哲豪先生。好，那很高兴我能够受邀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分享有关于我在屏东在我们部落里面从事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它是有关原住民族文化的。那我先短短的做自我介绍。那我目前是在高雄一所大学原住民族学院服务哦。那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原住民的学生。那我自己本身从事的研究是关于原住民的灾害，或者是原住民相关社区规划的一些研究。那我今天的报告，它其实跟博物馆的关系，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连结。但是其实我发现到，原住民的文化跟原住民的知识，其实在当代的整个博物馆研究里面，它应该也是可以提供蛮丰富的资讯。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受邀。那我现在要分享我的简报。我希望我的简报可以分享的顺利哈，因为我看系统上面我这边分享出去好像。目前好像还是在上一个
哈梅达博士这边，对不对？对，他好像禁止我分享，哎，还是说、哦、还是我们要官方有我的简报 slide? Or maybe Dr. Kameda, you might want to stop sharing your slides. 我们是不是请 Kameda 教授这边先看看能不能够去停止分享？那我们可以开始下一位讲者的分享。好的桌面吗？还是？这不是我的桌面。哦，这不是你的桌面。好，那我们稍等一下。哎，哲豪，不好意思，那个这个名字我刚刚念的好不好啊？嗯，非常标准，谢谢。真的吗？好，这个是他会帮我提供的，对不对 ？It's like Aboriginal name, the pronunciation. Thank you. 这是什么族？我是台湾族。台湾就是南部的，对不对？对，是。OK， 好，那这个就是你要分享的东西。对，我要分享的简报。哦，所以是像是有主办方帮我操控，对不对？好，谢谢。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找寻祖先的路哦。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命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不管在做现代的科学，其实我发现到原住民的知识，它其实可以提供我们非常重要的养分。包含我在投入的一个相关的研究，我就发现到说，原住民的知识它可能可以提供在灾害重建或者是灾难的部分，它可以提供一个力量跟一些突破。那我希望今天可以借由这个题目跟大家做分享。OK， 下一张。那再下一张，谢谢。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在2009年，它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灾害，叫莫拉克。那这个莫拉克就是台湾这十几二十年来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害。它多严重呢？它其实造成了我们台湾在这次的灾害将近有643个人死亡，有非常多人失踪，甚至有非常多人受伤。那最严重的呢，是这个灾害它让大部分的原住民部落，特别是我居住的家乡台湾最南部的屏东高雄，有非常多的部落跟原住民，他必须要被迫的离开原本他习惯或者是他原本很适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要搬迁到平地地区。那这个对原住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特别是要去适应到平地的生活。那因为我们原本大部分的族人都居住在海拔大概900公尺以上，是一个非常凉爽舒适的一个环境。那因为风灾我们必须被迫迁离。OK， 下一张。那我的田野呢，其实就跟我的生命经验很有关。那如果大家很了解台湾的时候呢，台湾长这样。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课题是南部，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家乡，我生长的一个环境。OK， next， 谢谢。好，下一张，谢谢。好，那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 OK， 你可以看到我有这样的一个 Google Map 这样的一个照片为什么特别要框出这三个颜色呢？最主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我研究的是这三个部落这三个部落它其实原本是住在不同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最左边黄色这个区块叫达瓦兰，它是属于排湾族的部落中间这个红色是古查布安的，它是属于卢凯族的部落。那最右边呢，马嘎扎亚扎亚，它是排湾族部落。好，这三个部落，他们过去他们其实都是分开的。那因为灾害的关系，他们必须共同迁出到某一块土地。好，下一张。那也就是因为他们要迁出到同一块土地，所以我今天很想要分享的是说，这种强制迁村对原住民的文化有什么影响？那族人他们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发挥他们原本的这种传统知识？那这个传统知识是怎么样发生，或者是怎么跟公部门之间去做协调？那族人的智慧
在选择土地的智慧又怎么样发生。那文化这件事情它能不能对于重建有帮助，特别是原住民的文化，那这个文化要怎么发生，其实也是我今天这篇报告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下一个。那这个照片的这个老人家，他其实是我们部落的祭师哦，是灵媒。他在灾害发生以前，他说过一段话哦，他特别很在意有一个鸟叫做 boogie， 这个鸟类它会发出一种声音叫 bo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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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gie。那听到这个声音，只要是原住民的族人都会大概知道说哦，好像未来有一些灾害事情要发生了。代表大自然，它开始已经在发生一些警讯。那通常像这种原住民知识，在一般的科学，大家会觉得说，哇，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这个老人家，这个灵媒，他就特别，在灾害以前就有告诉部落的人，接下来会发生事情。好，下一张。那下一张，对，那灾害就如同这位耆老讲的因为他有告诉部落的青年说当这个鸟发出声音的时候，代表我们的灾害即将要发生你们应该要去某一个水源头去看看它流出来的水的颜色到底是浑浊的还是清澈的。那部落的青年就跑到水源头去看，发现到这个水源的颜色是清澈的，那这个是浑浊的。为什么代表浑浊呢？就代表说地底下已经有开始土地有发生变动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呢就会让这样的一个坡地产生很重大的一个灾害发生，就如同这个老人家的预言。那这个用意呢，我们都会称它叫八狗。其实在原住民的母语文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在告诉族人说有灾害要发生以前，你可以看一下水的颜色是不是变质了。那当时大部分的族人或者是公部门的人都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 说法，可是呢灾难就这样发生了。下一张。好，下一张。好，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个路前往部落的路就整个就崩坏。下一张。好，我们也看到部落在2009年那段期间，好多的原住民的部落都遭土石流覆盖甚至有非常多的族人的家被冲毁每个人都必须被迫的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好，下一张。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就有族人就说我们原住民感觉就像难民一样不断在这样的一个灾害中不断迁徙。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大概在1979年我们族人因为国家的政策必须从高山往山脚下迁移，主要是为了交通跟医疗的方便，迁到第二个点，我们称它叫新好茶这样的一个地点。那族人迁到这个地点的时候呢，其实都有跟国家说这个地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禁地，不好的地方，我们不建议迁徙。可是当初的族人在 那样的年代其实是很难去表达他自己的诉求，于是我们还是迁到了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在2007年后面发生台风，到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新好茶部落它就被整个大片的土石流掩埋，所以最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族人他们都比喻我们自己就像一个难民一样没有人在意我们的传统知识，我们的传统知识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即将发生问题。好，下一页。那迁到政府安排的永久安置的地方临时安置的地方政府当初因为时间的关系必须把族人在短期内迁到一个地方，所以他必须安置。那在安置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图片看到它是非常拥挤的。在部落里面，大家每个人的房子是一栋一栋的，有自己的庭院，但是因为灾害的关系，大家必须被迫挤在一个大概3坪到5坪大的空间，甚至有些族人他可能会跟不认识的族人住在一起，或者是
可能在部落里面他们就是不和的人、哦、都住在一起，那甚至下雨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境都是积水的、政府他可能也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主人就认为这样的一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也不舒服的。好，下一页。那对族人来说呢，这种外在的这种、环境其实不是影响最大的，反而影响最大的是、族人对于一块土地干不干净其实不是从外在，反而是过去这里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不好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以前在这块土地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来居近南洋地区的丈夫、所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有非常多、死去的灵魂、住在这里、所以对族人来讲说这块土地其实已经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这里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好，下一页。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安置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营区，一个营区、这个营区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过去是、收服这些丈夫的一个所在地，那族人就对于、特别是原住民族人特别在意土地干不干净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有非常多不好的灵魂存在这里。下一页。下一页。好，那这个文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也是在回应到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原住民认为定义一块土地干不干净、其实它会分成说，假设说你、意外死亡的族人、通常是不可以拿到部落里面的，因为这样对整个部落来讲说是不好的。可是通常我们的政府、国家或者是公部门，他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原住民对于一个环境的一个定义、像他们认为、环境整理好就好了、外墙看起来很干净就好了，可是对于族人来说这块地如果过去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就会认为这里是不干净的土地、这个是一位88岁的一个女性的耆老所说的话。好，下一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数据、特别是迁到这里的、老人家在安置这段时间，特别是古查布岸部落的长辈，这些具有传统知识文化惯习或者是能够传承语言文化的这些耆老，在短时间内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在这里不仅是面对环境的困扰、甚至在心灵上面也遇到很大的冲击。对，下一页。然后呢，但是未来还是要面对嘛，所以族人他们必须配合政府的政策，必须在短时间内、去做协商，要跟公部门说我们想要迁到哪个地方去。好，这个照片就是在开一个跟、公部门开会的一个照片，然后底下坐了非常多的族人、坐在底下表达诉求。下一张。 OK， 好，那当政府在规划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呢，其实族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到了山上的部落去找哪里适合。那谁可以告诉我们哪里适合呢？就是图片上的这些猎人、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猎人他其实、具备非常多丰富的森林知识，对于鸟类，对于植物，对于生态的永续性、猎人是最清楚的，而且他可以告诉我们哪块土地很适合未来居住。下一页。那、我刻意放这张照片、其实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原住民的身体感的经验就是、body sense 是非常敏锐的，他只要在这块土地他累积数十年数百年的知识，会连接他不同的、神经、就像这张图片反映的、他会知道这个地方哪里有好的植物，哪里可以耕种，哪里可以捕到猎物。那所以一个原住民他对于一个环境的知识他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他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知识去寻找土地。 OK， 下一页。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住民的族人在森林里面找了非常多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罗马拼音，这个不是英文，这是台湾族语。每块土地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比如说它会依照当地的地形说，这边是平坦的，所以会命名叫 Duvadas。这个地方植物非常多，芒草很多，会命名它叫做 Duguvu， 会用这些传统的命名。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的环境生态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族人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知识去找土地。好，下一页。好，那于是呢，族人就把他们心中觉得不错的土地都列了出来，都列了出来。好，下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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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们列了出来。三个部落有不同，他们认为非常好的部落，非常好的环境，非常好的地点，可以做永久居住的空间。Okay， 下一页。但是呢，这套机制，反而被政府不能采纳，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土地它可能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某块地它可能没有办法承受200多户的需求，有些土地它可能有私有地的问题，有国家各种机关在那块土地管理的问题，所以种种的限制让很多的族人他即便发挥了他的传统知识还是没有办法发挥。那这个照片我最主要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位女性耆老，她是部落的头目哦。那是因为这三个部落她其实最终要迁到某一个地方，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领域，但是当你离开了原本生活的空间的时候，你对于原来的 土地是没有权利的。那这个会议呢，我想跟大家讲非常特别，你可以看下面那张照片，左边是坐了一个某一个部落的族人一排，右边也是坐了某一个部落的族人一排，他们的正前方是公部门的代表。在这个会议空间呢，所使用的语言非常的特别，不是母语，不是中文，是用母语。族人以他们习惯的语言来决定他们未来要迁到哪里。那为什么这个机制会发生呢？就是说，左上角这个女头目告诉其他两个部落说，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部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块土地的传统领域是属于我们马家的。你们作为外来的族人，外来的居民，你们理当尊重我们，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的土地。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我觉得公部门的角色反而被弱化了，因为其实公部门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干涉族人他们怎么去讨论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他们族人都是用自己的母语去表达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我们怎么去协调，怎么去协商。那他们协商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告诉这些两个部落的族人，我为什么可以做决定，主要是用了一个机制叫做 Binalawi。 这个母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告诉两方的族人说，这块土地过去的谁是哪一个传统领袖的，所以我们有权利主张这块土地我们是最优先可以去选位置的。那这场会议呢，公部门的角色反而是次之的，因为当公部门愿意把讨论的权利交给族人的话，其实可以减少公部门很多的时间跟经费。那这个时候反而公部门讲中文的人变成是弱势，讲母语的人变成是主体。好，下一页。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那这块地呢，就是想让大家分享族人就开始在狭小的一公顷的土地里面原本他们的土地可能是200多公顷，可是因为灾害的关系不得不在这里生活，所以有马家的族人就是透过这种协商的机制去选土地。好，下一页。好，下一页。那这个行动告诉我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传统知识。于是我在后面了很多的行动，就把
青年开始做培育，我们开始认识这块地，我们开始透过传统领域的工作坊 workshop、带领青年多认识自己的土地，把原住民的传统知识，每个土地它的名字背后的意义把它调查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的照片是我努力的成果。好，下一页，下一页，我们开始找不同部落的青年开始去了解，我们开始去做以前我们不会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第一次做传统领域。好，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开始去调查，开始把长辈告诉我们的地名表达出来。好，下一页，好，就看到这些，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模型。那模型做出来之后呢，这样不够，我们必须拜访长辈。好，下一页，我们拜访了部落里面80岁以上的长辈，把他们保存的这些传统知识文化透过口述的方式，我们把它文本化，把它记录到这些地名上面。好，下一页，好，我剩下几秒钟我可以表达出来。那原住民讨论事情不可以一个人，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去讲，因为彼此会校正他的历史，然后达到最完整的状态，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人在访谈。好，下一页，然后我们必须回到山林确认它的位置。好，下一页，好，下一页，下一页，然后这些地名就有200到300多笔、非常庞大。好，下一页，那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是什么呢？我们善用科学，就是政府习惯的这种地图的方式跟国家对话，让国家知道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它有非常多丰富的自然资源，非常多丰富的地名，它是可以保护我们整个森林的环境的一个动态。那这个调查，我最后忘了放一张照片。其实我们在部落有办一个策展，因为我们部落没有博物馆也没有文物馆，那我们青年自主发起一个策展，把我们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族人知道，原来我们在这块土地还有很多不同颜色都是属于国家占领的哈。那其实族人也开始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那我们必须透过很多的沟通，很多的方法，让国家知道说，其实原住民是有能力保护自己原来的土地这件事情。好，最后一张。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图，因为我本身是学城乡规划的，我善用国家的一些地图。其实这个照片，我们也跟国家去做一些对话，让他们知道说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范围不是只有小小的一个区块，它而是因为这几千年来我们有不断的迁徙，所以它有丰富的一个传统知识。那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知识，它未来台湾如果有能力有机会有原住民的博物馆，文化是动态的，我希望它可以持续的累积这样的一个科学知识，帮助我们的学者专家或国家在这块土地有更多好的一个对话。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哲豪卡西。哎，既然你提到说，好像对，因为我们当然，对原住民文化跟价值的重视有逐渐在升高当中啦。可是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提到文化，好像比较还是我们想象中可能是某个主题乐园。或者像我是花莲人嘛，那我们讲到阿美族，就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去那个逛夜市的时候有一些歌舞，确实好像缺了一个像是比较有一个教育性质然后寓教娱乐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这个东西。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你觉得可以推动的方向？没错，就像您说的一样哦，就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原住民的定义感觉好像就是乐舞展演这种，OK, I think it's unst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Kasi, 可以听到我吗？讯号好像不是太好。我继续分享吗？可以，可以。好，因为台湾这个月底就要选举了，我们都会告诉很多的候选人说，其实我们在地方上面应该要有一个文物馆。这个文物馆它可以让原住民我们当地的
地理的文化可以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表现出来。因为在我们的乡镇，其实我们很缺乏，我们资源非常缺乏，我们没有自己的博物馆，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文物馆，所以我们都会跟未来有可能要参选的候选人说，势必未来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让更多不同族群的人可以认识我们当地的原住民的文化，也让这些文化的知识可以更融入在其他的领域。那我因为我本身在大学教书，其实我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些知识 拿到我的大学去做，跟非原住民的同学去做传授，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原住民的文化不是只有歌舞表演，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这样。Okay, so thank you, Kasi, for your efforts 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o we hope more people can put out. 好的，那我想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人都能够去重视原住民的文化知识与传统。那我想今天我们的第二位的演讲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下一位来自南韩的讲者。University Natural History Museum.是来自南韩梨花女子大学自然史历史博物馆张二全博士，欢迎他。Hi, Dr. Chang, nice to see you again. 张博士，非常开心再次看到你。Is it just me or Kisa?Okay, it's very nice seeing you all here. 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我可以开始吗？没问题。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加入这场研讨会，由台湾博物馆所举办的这场研讨会。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们运用公民科学，科学家们、研究者们来去进行研究。我是梨花女子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我是动物生态学的专业，特别对于去研究就相关的物种有兴趣。我们也希望可以去促进一些资金以及人力的参与。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公司合作，所以我们建立的这个公民科学的计划叫做真爱地球探险家，是2013年所建立的，所以这个是由韩国科学杂志公司 Donga Science 与我们梨花女子大学所合作的计划。我们不只是在线上以及在现场都会进行相关的计划，我们希望可以进行这个公民科学的专案，透过这些计划尝试去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濒临物种的一些情况。我不会讲太多我们在公民科学计划里面做了什么，因为觉得公民科学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也可以去发表相关的论文，但是我非常荣幸可以受韩国政府邀请来去参与这个公民科学的计划，而且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咨询顾问首席。要比较细节啦，辛苦你了。好，那我的部分是要怎么协助？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可以把麦克风调成静音哦。好。Don't hear me well. Sorry, please mute your microphone if you are not speaking.
me. But my question back then. 觉得公民科学非常的棒，但是三年前我开始想，为什么人们会想要参与公民科学呢？他们其实不会获得任何的钱，他也不会从我们这边得到什么好处，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呢？所以我去观察了一些家庭，他们父母带着小孩多年来一起参与这些计划，我看到他们的投入以及行为，特别是这些小孩他们的趋势、行为、态度，对于自然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些行为态度，这位是殷金城会在2013年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孩，就跟他的妹妹一起玩看电视，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自愿去为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些导览，他正在解释他观察到的所有鸟类是在这个公园多年来的观察结果，他在现场为这些民众提供一些资讯来去提升他们的参与度。再来，这个是李太奎跟李太金，他们是兄妹，在2014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加入这个计划，那到2018年的时候他们会去设计他们的科学计划，并且询问问题，然后找到非常特别的发现，他们也对发现他们对科学的热忱。再来是郭秀珍，在2012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孩，她喜欢收集昆虫，她也对鸟类感兴趣，就这样子而已。经过多年以来，她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够去观赏鸟类以及收集昆虫的机会，所以他参与了非常多的科学计划。在2019年的时候，他画出他在现场他在田野看到的动物。在2019年的时候，他是高中生，他一直不断的尝试。在高中的时候，高中呢会出一些作业嘛，那这些作业呢其实很多学生就是上网搜寻，然后直接复制贴上就完成功课了，但是他有非常多的故事照片还有图片能够分享，都是从田野当中收集过来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完成作业，然后对老师跟学生呢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他有这个机会在台前向各位分享，那时候他就越来越活泼，不再那么害羞。再来是颜子允，他左边是2013年，右边是2018年，虽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他现在在我们的实验室工作，对我们的实验室贡献非常大。再来，这位是刘多恩，你可以看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正在把这些植物，他那时候非常的沮丧，并且去弄乱这些草，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现在他是大学生，他会勇于发问，然后去发现更多的资讯跟知识。他们是如何
改变的呢？以及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他们已经加入公民科学计划很多年了，我们想要去了解其中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的是，他们遇到了大自然，不只是电视上的自然，他们是可以在地板上看到这些物种，看到昆虫如何去生活，以及如果我把这些草都割掉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也去感受自然的痛苦。你可能到田野当中看到这些动物，例如左边呢，这边是有一只小蛇，这只小蛇被汽车撞到，已经快要死亡了。再来右边是在我们田地的沟渠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青蛙，那这边有一个小水蛙，但是因为气候非常干燥，所以里面其实是没有水的。所以如果它一直都没有水源的话，就会因此而死亡。如果你想要感受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话，那你就一定要透过参与公民科学计划来去田野中实际的感觉，不要只是在教室中听老师讲课，不要只是在家里看电视或是看教科书，你必须要走出去，真实的感受大自然。你看到这些动物，看到这些人。其中有欢笑，有哭泣，在大自然中有非常多的情绪，你就会感受到你是真正的活着。如果你想要找到快乐，想要交朋友，顺带一提，朋友跟快乐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你去交朋友就可以感受到快乐。我在这几年来看到，在公民科学计划当中，我们其中的成员呢，都可以互相交朋友、互相交流。有时候呢，他们不只是从我这边获得这样子的交流，他们是在这个计划当中互相学习。那他们的父母呢？其实这些父母呢，也都是带动改变的关键的人物。他们都是一般人，但是这些爸妈，他们多做了一份心力。他们带着小孩到外面的田野，他们把小孩带到集合的地方来，去与其他的公民科学家交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对是父女，他们是住在韩国的乡村地区，他们看到非常多的在田地沟渠中的青蛙死亡，所以他们就在想说，要怎么重新来建构这个水源排水系统，来去拯救这些青蛙。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张图这边，你在这一个田野当中去做一些沟槽，然后到第三张图，是尝试在这个沟渠当中建造一个斜坡，可是这样的话，青蛙还是没有办法逃出去。但是到第四张图，你去建立一些沟槽，然后把这一个土地用一个斜坡，这样它就可以一格一格跳上去，然后出去外面存活。在2018年底，我们集结了非常多的故事跟照片，所以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想要更多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分享，所以我们在自然史博物馆来去举办了这次的展览，因为我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所以能够去成功举办这场展览，那时候非常的有趣。
它为期了几个月，我们是开放所有大众来参观，因为这个计划来得非常的赶，非常的时间非常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连夜赶工，我们只有2天的准备时间来去收集所有的调查跟资料，才可以成功举办这次的展览。And, we also, restricted by the... 我们其实预算有限，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预算，所以我们运用很多回收的材料，比如说是胶带、纸胶带，还有纸箱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的品质，这边都是用手机拍的照片，但是这些故事呢都是非常真实的，大家都非常的可爱，也参与其中。他们也都非常喜欢由专业的博物馆人员所举办的这个展览，还有所有协助举办这个展览的人呢，也都很自豪，因为他们所投入的这个展览可以在大学博物馆中展出，他们也非常乐在其中。所以我们决定，带着20名员工来到台湾去旅游。我们是在2018年底来，然后到2019年初在台湾玩，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非常开心可以在台湾到处旅游。在几个月后，我们发表了一本书，我们一起合作，总共有26个共同作者，都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像我都有参与其中。然后这个是签书会，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作者都在这边一起与大家交流。我会说这个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执行了这个公民科学计划已经非常久了。那我身为博物馆的馆长，我觉得自然史博物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让大家去实际动手做科学，并且把它验证然后展出。还有博物馆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来去分享这些成果。当然自然史博物馆希望能够由这些基层的公民科学家一起来合作举行展览。谢谢。不好意思，现在没有听到主持人的声音。Ethan，你没有开麦克风。By the changes that this kids. 我说，这些孩子的改变呢，真的让人非常印象深刻。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了博物馆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因为通常我在想博物馆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它是为期长期的，为期几个月的展览，但是它基本上是没有像是5年6年的这种活动。是你们的孩童呢会一直回来来参与这个计划，还是你们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呢？其实这个公民科学计划是过去10年一直都在进行的。我们
这个计划呢，其实一年大概有2500人参与，但是80%的人呢，都是只参与一次而已。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all. 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大概是10%到20%的人，他们每年都会不断的参加，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他们的变化。所以问题是，他们是为什么会参与超过一年呢？我觉得关键是在父母。当然，小孩每年都要想去做，每年每次他们都想要去参与，但是父母很忙，他们可能没有空，带小孩到博物馆。那可能小孩呢就会找到别的兴趣等等。但是有些家长呢，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他们会带着小孩去田野、去森林、去一些生态的地点，来去培养他们的兴趣，带着他们去更关注大自然。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年复一年的参与这样子的计划。即使你是去同一个地方，你每年都会看到新的内容，你都会遇到新的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每年都会一直参与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教育父母。虽然这个是有点学术导向的话，可能父母呢就会失去兴趣。如果他们带着小孩到稻田去的话呢，他们其实就不会听我说了，因为他们就会到稻田里面去找青蛙等等。我喜欢让他们自己去探索，但是我会请家长来找我，然后来听我说，我会跟他们交流，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为你的小孩带来不同的人生的话，你就应该要来，因为小孩呢一定坐不住，他们一定就会想在稻田里面探索。好，那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要把时间交给下一位讲者。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第四位讲者哦，是我们的 Dr. Nicholas Kramer。他是瑞士瓦莱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那他今天的演讲主题呢，是博物馆作为环境挑战的反思空间。好，我们欢迎 Nicholas 博士。来自瑞士的 Nicholas 博士，现在瑞士的时间是早上吗？还是？嗨，Hello, Nicholas 博士，请问您听得到吗？Question if Doctor 好，那目前我们不是很确定 Nicholas 博士是不是有连线上啊？好，看到了。好，Nicholas 博士，您是否有静音呢？我们好像听不到您说话。But still got no sound. 好，我们目前还是听不到您说话哦。那我们这边的同仁，有的部分是在 doctor 那边吗？还是说是？Can you hear me now? Can Oh, you yes. hear Yes. Sorry. 好，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了，不好意思。好的，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了，博士。好的，现在是我们的8:48了，现在是早上这样子，时间还可以。好，谢谢您，老师，我知道您大概2、3个小时前就开始准备了，非常的感谢您。好，谢谢哦，谢谢大家邀请我来参与今天的研讨会。那这边的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自然史博物馆在整个全球的变迁环境下，那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等等，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呢，也有一些很多的
自然史的研究啦等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是想要跟各位再分享就是自然史博物馆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它的重要性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在社会的一些参与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20世纪的下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地球科学或地球系统科学其实是蓬勃的发展。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在看说整个行星哦，整个地球它在居住上面的一个世界性。那我们希望能够去透过这样子一个图片哦，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板块的边界来去分析整个地质的一个模型或组成。那这里的话呢，这边我们不会去讲太细的东西哦，但是这边的话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以地质年代的变迁来先分析地球的一个历史。我们今天也会再去谈到像是气候变迁啦等等的一些议题哦。那其实我们可以了解说呢，其实全球一直在变迁，那其实我想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就是像是气候变迁。而且我想这些地球的变迁或改变它其实是整个系统性的一个改变，而且呢我们透过的是一些这种跨领域或穿领域的方式来去做研究。So, next.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页哦。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模型，这里我们第一个地球的模型是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它其实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黑色的箱子哦，我们看到它是很多的箱子，是一个比喻啦。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去探讨说人类活动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系统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呢受到了一个肯定，我们下一页看一下。好，我们再这一页。好的，那这边的话呢我们2001年的时候发表的阿姆斯特丹宣言，这边呢就有去提到整个地球系统科学的重要性。这边我们不会逐字的去讨论，但是我们会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宣言的一些重点哦。就是说呢我们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方法来研究地球，去了解说人类呢跟环境之间的关联，而且在宣言里面也明确定义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哦。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谢谢。好，这边的话呢我们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哦，大家就开始去了解到说人类活动其实对于地球的变迁是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地球科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自然系统跟人类系统之间的一个互动。右边的话我们说就是所谓的人类圈哦，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比如说呢我们有像政治啦经济组织上的一个活动等等。那这边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说呢这几个黑色的框框啊，指的就是人类的活动、人类创造的价值、信仰等等。所以我们可以从比如说科学的角度来去分析人类哦，他们其实发想出的这些价值思想其实都是被很系统性的归纳在这个图片这里，然后可以去了解到这些活动思想跟我们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联。所以这个新版的模型里面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说呢，其实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圈哦，地圈还有人类圈、生物圈等等，彼此之间是紧密互动的。所以我想这边我们其实要很注意的一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所谓的人类世哦，人类世的话其实算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从地质学界、地层学界分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人类世的话
它其实我们看这篇报道是这样讲，不管在功能上，或是我们从地层学上看，都是知道说，是一个很显著存在的一个新的时代，它跟我们之前所提的全新世是不一样的时代哦。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这边，下一页这里是我们整个地质年代表，就从我们的寒武纪，然后一路到往下到最新的人类纪哦，或人类世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全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在变动，那在后期这边，人类其实对于地球的改变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不只是可能不一定是地质上的改变，而是比如说文化上各种层面上的改变。我们看下一页这里。好，那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文化问题。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瑞士的艺术家Ari Velarde 这边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就是他把整个地质年代或者说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哦，在这个展演空间里面去做一个表现。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很多的学者都是有针对人类的活动、人类的历史去做研究。比如说在西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呢，我们对于历史的时间呢，还有地质时间的一个想法，其实跟他们的这些表征往往是相反，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回溯到一个很远以前的时间才能够去看懂，所以呢，像是在欧洲这边呢，我们会把时间当作是一个箭头状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进行式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箭头的指向是往前往进步的那一个方向迈进的。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整个自然它的一个特性。那其实这里的一个概念主要是西方社会他们的概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印度北部这边呢，一个拉达克的地方，我们去做地质考察，那时候我们就去跟当地人去讲说，喜马拉雅山形成的一个方式，而他们的反应跟我们当初跟西方人去讲说阿尔卑斯山他们形成的时候的一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呢，我们说在这个达拉克地区拉达克地区呢，他们当地人大部分都是佛教徒，他们对于时间的概念是一个循环，不像我们是箭头状，是线性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呢，整个喜马拉雅山其实现在是很年轻的，而且有一天在这个循环的概念它有可能会消失，他们不会感到意外。所以我们看到说，一样我们在讲造山运动这件事情，在西方在东方，我们可能遇到大家对于它的接受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在探讨这些科学知识的时候，其实就要去想到这些文化的一个影响。我们去探讨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自己是在地球漫长历史的尽头，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哦。这种我们在西方，在欧洲这边，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算是独立于世界之外，这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想自然科学博物馆它不只是去跟各位去分享说环境的变迁啦等等，像是多或者是生物多样性，他们还要去介绍整个文化相关的一些议题跟资讯，然后去表现去展现出社会相关的一个价值或者是信仰等等。那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就要去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去做一个反思。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字叫做 reflexive， 这个呢是博物馆的新定义里面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反思这件事情。我认为呢，我们通过这种反思的方式能够去发想更多的一个概念。那这边我介绍一下我们在瑞士的博物馆这边做的一些专案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展览叫做 Objective Terrain。
那这个的展览哦，其实就是呢，我们要探讨一下住在人类世这个阶段的一个世界他的想法。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在瑞士科学院这边其实都是有获奖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们三分之的展览空间哦，其实都是用来去展示一些文化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西方思想下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呢，我们过去有一直是在把世界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电影中的布景，这个概念呢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开始去提出来的。我们相信说呢，人类哦，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本性。那假设说我们今天用的是比较象征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用艺术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说呢，我们就是在透过艺术的方式去把世界比较表征象征性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再来呢，我们透过这些机器跟机器人呢，还可以去想哦，其实世界好像就是有不同样的一个特性，比如说我们有人所展现出来的人性，机器人所展现出来的一些规律啦、等等，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整个环境目前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下一页这边我们看一下，好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呢，整个在博物馆这边我们发展了一些数位游戏，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些游戏的开发过程。这个是透过我们的瑞士国家研究基金做赞助的计划哦。那这个的话呢，是在日内瓦大学它的科学研究室里面去做进行的。这边的话，我们去开发一些数位游戏，那其实就是给学生一些体验哦。这些游戏给他们的体验就是说呢，我们要做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是说，人类过去其实都把世界当作是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那这个游戏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去了解到说，你过度开发自然环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去探讨一些假消息、假新闻的议题哦。好，下一页。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好，我们再下一页好了。好的，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专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页。好，不好意思，在前一页。That's 好的。好，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整个的生态系哦，就是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去发想出来的。然后这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连接，串联各个部分、各个单位。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让学生哦在游戏中去了解说呢，整个世界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另外一点是让他们去了解说，这些生态系他们背后主宰的这些原则、大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了解说人类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还有在这整个世界的网格里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最后让大家了解到，其实人类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其实有好几个专案都在进行去让大家探讨这样的关系。好，接下来这一页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可以了解到说呢，其实我们博物馆在环境的这些议题上，通常我们会把文化跟环境结合起来，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反思的空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metamorphosis 变形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变形的这里呢，是因为我们法国的思想家埃德加莫里他就提出一点呢，就是说呢，其实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你可以去做一个解构解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是什么？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变形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未来能够透过变形的方式，然后去看到价值观的一个转变、蜕变。那同时呢，我们在整个空间里面有一部分是有设计一些有负面内容的一个海报，
比如说我们开采自然资源啊等等，那大家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去看的这个小海报，然后呢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透过画图啦，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同时他们也可以去发想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呢，在透过这个博物馆的新定义，就是包容、兼容跟反思，我们能够看到呢，博物馆它会成为人类世这个时代下面，我们可以去参与人类的一个生活一个过程。那同时呢，社会的一个描述啦，文化的描述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要去了解到说呢，文化跟自然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影响是什么，还有我们要去了解其实人类对于环境常常有一些破坏性的一个开发也很重要。那同时呢，我们其实要去考量到各地的文化对于博物馆还有在地参与之间的关系，然后去了解到我们在中间扮演的角色，还有说我们去遇到的一些情况。所以我想总结来讲，就是说自然史博物馆不只是介绍自然史而已，而是要去了解社会跟文化间的一些关联哦。谢谢。You're muted. 医生，不好意思，您好像静音喽。好的，不好意思。好，谢谢您教授，然后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那我也很尊敬今天的口译员能够去把这些高知密度的内容翻译出来哦。那这里的话呢，我想刚刚博士您有提到跨领域或穿领域的方式来去做一个研究，还有说呢，我们透过不同的媒体去了解自然科学的方式。那我想您是否有已经看到说有没有这些人，有人啊是对这些的议题跨领域的这些研究是有兴趣的，这是容易的吗？那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说呢，也许有自然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博物馆之间的这个界限会终究有一天消失，所以可能在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领域同时都出现了，您的想法会是什么？好，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要找到让很多人去做关注这样跨领域的研究是很困难的。其实我们也会去比如说找地质学家等等，然后或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然后来去邀请他们也共同去学习不同领域的这些知识。那其实我们要透过一些比较算是有变革性的做法去做。我想以自然史博物馆来讲哦，我想对很多自然史博物馆来讲都是如此哦。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博物馆的团队里面，我们当然会需要有人类学家、科学家等等，然后再来呢，我们也需要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跨领域的专家一起投入。那第二点的话，我想刚刚您有提到，就是比如说艺术还有科学不同领域的博物馆之间的一个关联，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Velarde 我们那个艺术家做一个时间的标记的艺术呈现哦，那其实他本身就是艺术家，可是他就跟我们的博物馆的团队其实保持一切的合作，然后去参与整个的演展演。所以我在想，也许未来不一定会只有单一种博物馆的形态哦，然后去包含所有的一个领域。其实我们的目标最终不是这样子，因为自然史博物馆还是有它自己的专业，特别是跟比如说其他的生物学啦、地质学、文化遗产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是不同的一个专业。但我想我们的态度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然后去接纳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可能跟我们在研究的东西是相互有关联的。好，谢谢林博士，谢谢。好的，那我想现在呢，我们的四位讲者
都已经完成他们今天的演讲。接下来我们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再来呢，就会我们今天的两位评论语坛的评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那请各位呢，在4:20的时候回来。同时呢，我们在中间会播放一些影片给大家观看。Okay, so that was the video.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影片。Glimpse inside the National Taiwan. 就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台湾博物馆的内部。现在是台北时间4:21，欢迎回来。现在我们来到评论的环节，接下来十分钟呢，我们会有 Dorit Wallensit 以及洪广智教授给我们各十分钟的评论。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20分的综合讨论环节，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在问与答的这一个部分呢，输入您的问题。首先，我们第一位评论人是来自以色列的 Dorit Wallenis，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席。你在线上吗？谢谢你的参加。针对刚刚四位讲者，您有任何的想法吗？首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也谢谢各位讲者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我觉得很有趣，可以看到这些简报都是跟公民科学相关。公民科学在过去几年来的博物馆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是说5年的话，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都一直在思考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未来。这有点像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岔路上，正在选择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在思考要对我们的社群越来越有价值，因为以博物馆一般的层面来看，它的重要性是必须要对社区做出贡献。所以你看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你就会看到对于这个社会博物馆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要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其实有多年的典藏，我们未来几年呢，也会一直持续做研究，特别是在欧洲国家。其实在大部分的博物馆中，博物馆可能他们有不同的主题展览，可能是第二重要的部分。公民科学可以让我们去追踪这个栖地的变化，来去看一下生物多样性，以及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资料，来去进行这个地理的调查，还有各种物种呢，有些是濒临绝种的。在这个公民科学计划当中，都有发现这些濒临绝种的物种，它们在各个地方都存在。假设我在我
的社区附近去调查的话，我可以更了解我所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还有我觉得从韩国讲者这边听到的简报也很有趣，关于这个教育的影响力。在参与公民科学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培育未来的科学家。我在想的是，它可能会越来越是纳入更多人的一种科学，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居住在石砖的砖头以及水泥所建成的房子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回归大自然。他们是不是也能在这个气候变迁当中，或者是永续专案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呢？因为我们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也是想要着重在这部分，还有在馆里面也是要去举办相关议题的展览，因为博物馆应该是能够传递资讯跟知识的地方。大部分的博物馆都了解到人们对于博物馆所提供的资讯非常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向大众传递这些资讯。我们通常也会说，第一步就是要先提供资讯，第二步 awareness 去提升我们所传递资讯的意识，最后要让这些接收资讯的人能够实际去参与投入。那刚刚讲者也提到博物馆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给各位一些观点感受，还有在永续议题上的想法。很多欧洲的博物馆他们在办展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着一支铅笔，这个是我从其中一个博物馆拿出来的铅笔，它上面写的字的意思是说，那时候我是参加一个环境变迁的展览，我就会去思考我个人能够去做什么来去影响或者是减少气候变迁。重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行的，我们能够做得到。有些人来博物馆，他们会想说，好，我知道现在有环境变迁的危机以及永续的问题，但是我只是一个人而已，我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在想的是，我们可以去推行这个公民科学的计划，能够促进这些参与者的热忱以及参与。刚刚讲者也有介绍到永续的社会层面，因为自然历史博物馆都会
讨论到像是生物多元性等等的议题。但是如果你看这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你会看到这些目标的社会层面呢，都是有讨论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不只是科学的部分，是也有包括社会，所以不只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需要考量这部分，大家都需要意识到。再来，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还有要树立典范。我说树立典范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机构当中，比如说使用能源，像是太阳能来去发电，那或者是有些建筑物也是有水资源回收的系统。我这边手上目前没有照片，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意大利的博物馆，有一间是新开的，他们使用太阳能来发电，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考量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使用的能源。Before my last thing, the Biwa. 那刚刚看到这个琵琶湖博物馆，你们提到说你们想要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在我们的2019年京都所办的研讨会中，我们其实有去参观琵琶湖博物馆。那时候 you are like inside the aquarium. 我们有点像是沉浸在自然当中，很有趣。而且你去这个地点，你也不是只在参观博物馆，而是参观整个社区。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大量的在使用湖泊的水源。那边也有一些原住民，他们对于永续使用水源的方式非常有智慧。最后呢，在刚刚讲者的最后有讲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发展方式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在欧洲我们也非常着重这部分，有些自然历史博物馆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展览。一开始呢是去展一些自然大自然的照片，那所以我们的展览当中呢也会去展出自然拍摄的一个照片。那在一些画廊或者是艺术博物馆当中，也会以永续为主题，让艺术家来去表达他们对永续的想法。他在艺术博物馆里面会有这样子的展览，我们也会想要将这样的主题纳入我们的博物馆。我想从这边可以看到的是，首先自然历史博物馆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去回应永续议题还有气候变迁的危机。他们还可以
在这个社会担任重要的机构角色。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那在最后呢，我想要邀请各位，如果你们还不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成员，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有新的理事会，他是负责 ICOM 的永续议题。那在上一次的会议，我们讲到做更多永续的活动，希望在未来几年可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这些活动。谢谢，谢谢 Doris 参与今天的会议。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洪广济教授，他是来自台大的教授，欢迎。谢谢、台湾博物馆邀请我来参加这个 panel。 那刚刚听了就是四位讲者的发表，然后也听了这个Wallenis 教授的见的这个评论。那我自己这边呢是有一些关于这个永续博物馆的一些想法。那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其实并不是博物馆研究的这个专长，但是我是一个博物学的一个研究者。所以呢，那但是博物馆它其实是博物学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地。所以在我的研究里面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去触及到就是这个博物馆跟它生产的知识，还有跟外在这个社会的关系。那在刚刚听到这个四位讲者的这个报告的分享里面，我其实也学到了很多，那也完全可以体会到就是 citizen science 这个公民科学这个议题，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重要Professor Hong. Professor Hong, can you hear me? 教授，您听得到吗？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听到洪教授的声音哦，可能就是在稍微等一下洪教授。那在这个同时呢，可能就是先呼应一下刚刚我们的 Dorit 馆长 Dorit 女士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资讯哦，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物种啊等等哦，在地的物种。那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优秀的资源。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邀请像是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一起来参与博物馆的管理，或者说博物馆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当中。像刚刚呢，我们还有听到就是 Doris 女士有跟我们在分享公民参与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提到呢，就是说博物馆的一个影响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多。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跳脱思考框架。我想博物馆也是一样哦，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有分享到的是龟田佳代子教授不是他分享的这个琵琶湖的博物馆。那琵琶湖博物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他们其实馆方会带领小朋友一起到户外去了解整个自然环境。所以我想其实博物馆的场域哦，不只是在馆内而已，而是延伸到整个环境以外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能够也去跳脱思考框架，或跳脱博物馆馆域的这个框架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然后得到更多的一个发想，能够让参观者有更多的想法。I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好，这边的话我们想要去分享一件事情哦，
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可以去邀请很多的大孩子哦，大孩子就是说年轻的这些公民一起来参与博物馆的活动。其实哦，我们之前都有跟博物馆的一些策展人啦、馆长跟他们去建议，就说：哎，你们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啦、学者，我们其实可以去采纳这样的方式，去让公民，有些年轻的公民一起去参加。开始大家不是很确定说这样的做法对不对？那其实哦，我们就那时候就去跟这些博物馆的这些策展人、馆长就说：哎，其实你们让这些小朋友或者说大朋友一起都去参加。你会发现说其实公民哦，他们很愿意去参与这些博物馆的活动，他们会觉得这些很有趣，而且呢，博物馆里面的科学家这些专家团队其实他们也会很自豪，就是说哎，原来我在博物馆的工作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想法，也非常的自豪。好，谢谢您，谢谢您教授的分享。 My internet here. Okay, that happens. That's okay, just come.好，不好意思，刚刚的网络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否继续呢？好，我记得刚刚教授您在分享的是 ，I'm just discussing about professor. 好，我们刚刚其实哦，有在提到，就是说呢，我们龟田佳代子教授他的这个琵琶湖的这个专案嘛，我们从这边开始嘛。啊，你们有？教授，您有实际去过吗？啊，还没有，要我很期待去。对对，就对我来讲，那个地方非常这个公民科学计划非常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其实用了这个日本时代非常重要的这个档案的材料啊，然后整合这个地方社区来做这个琵琶湖的环境史。那当然，在胡哲豪老师的这个发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面对这个莫拉克台风啊，带来这个南部原住民的移住的问题。那面对这样子，坦白说是一个国家机器一厢情愿的去为原住民去争取所谓更好的生活空间。那当然，这一个所谓的更好的生活空间，对当地人来说，其实并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对于好这一件事情，当地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你要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个国家想要把你变得更好这样子一个企图？那哲豪的这个分享里面就显示啊，这个其实，地方社区，然后还有包括像哲豪这样子一个学术工作者。很大程度上就聚集了在一起，然后重新去定义他们的族人的生活空间，还有他们的领域，还有他们所谓的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幸福。那张老师的这个研究呢，他的报告里面也呈现出来，特别是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教育方面，博物馆上面可以发挥什么样一个功能？那市民科学 citizen science 它也不只是，它就变得不会只是一个生物材料的一个生物资讯的一个收集活动而已。它同时其实也是培养下一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最后呢，Professor Kramer 的这个分享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博物馆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类世的议题啊？那人类世当然是最近非常火热的概念，它其实牵涉到就是之前人类它可能都会被理解为它是跟自然跟环境分开的，但是人类世的这个概念，它挑战的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就是这种人跟自然分开，然后人类跟自然发生关系这一件事情，而反而是人它本身至少就目前来看，它其实已经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那它的作为啊，它急剧的去影响到了环境，那环境也会反过来去影响了这个humanity 它的未来。那从这一些非常漂亮的这些例子里面呢，我会想到就是在台湾这个博物学的发展，还有跟博物馆定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呢，因为在台湾的例子里面，就是台湾的博物学它基本上是跟特别是在日本时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跟整个殖民主义对资源的控制啊，对资源的控制，还有对资源的掠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绑在一起的。所以
刚刚各位都有看到这个台湾博物馆的这个介绍影片。那实际上它最前身呢、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总督府的这个资产局啊，就是专门负责啊要去发展、去规划这个台湾的自然资源的一个部门，它所设置出来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专职的一个机构。那也因为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殖民的需要，所以现在这个台湾博物馆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大量关于台湾自然资源的资讯。那这样子一种殖民的性格呢，其实在战后、又被这个来到台湾的这个国民政府，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很大程度上也承续了下来。也就是说，那博物学这一个东西，它也当然就变成了是一个怎么讲呢？流亡来台的这个政府，他试着要去了解跟掌握这个台湾这个岛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那在解严以后呢，这个新上来的这个政府，然后又面对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博物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自主意识啊，台湾社会的自主意识又非常的高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博物馆它又赋予了一种，比如说打造这个台湾的，打造台湾的环境，打造台湾的自然，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所在。那我只是要说的是，就是回到刚刚的四篇，就是四位讲者的分享，我要讲的是，就这个博物学知识本身跟博物馆，它其实都没有办法自外于这个外在的这个大环境跟它的政治之外的。那我这边想要抛出来一个问题，也会想要跟四位讲者请教，然后也跟在座的这个听众我们一起来讨论，就是至少在台湾的这个例子里面，我相信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可能多少也会面临到类似的困境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博物学跟博物馆，它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殖民的性格。也就是说，我们要那显然，我认为要走向一个更永续的博物馆，或者说是一个更为民主跟开放的一个博物馆，更属于市民的博物馆，其实它可能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上要经过一个去殖民的一个工程啊。就是，虽然它是自然史博物馆，它处理的好像是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跟生物，但是这一件事情，那无论如何是会跟政治这一件事情绑在一起。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在这样子一个历史的背景下面去理解这一件事情，然后在某个程度上去剔除、去远离这样子一个殖民的过去，然后在这个经过这样子一个去殖民的一个过程之后，然后更进一步的去才，我认为啊，才有可能去拥抱这样子一个市民科学，然后让这个博物馆真正的是回归到市民，然后变成是一个市民变成是一个更民主、更开放知识的一个生产地。那这是我听了四位讲者的分享之后想的一些疑问跟一些分享，那谢谢各位。 OK， 谢谢洪教授。 Thank you Professor Hong。 打个小广告， A side note, the second session is called Decolonizing Museums, and the symposium will take place next Saturday on November 25th. OK, so it's almost 5 o'clock. Now it's time to invite the organizer.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5点，我们是否邀请主办单位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主办单位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致欢迎词呢？好，那我们谢谢 Ethan 很热心的主持今天的会议哦。那我想刚刚呢，洪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个想法。这边的话呢，先我们也想询问一下现场是否有任何的讲者想要回应刚刚教授的一个想法。好，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到琵琶湖博物馆来去讨论哦。好，那 Nicholas 是不是您有想分享的？好的。当然，我们下一场
研讨会的议题是解职。那我觉得今天的场次呢是相是有关于博物馆的新定义。我想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新的定义里面呢，我们使用了遗产这个词汇，而不是使用自然或者是文化资产，我们只用资产这个字。这个从我的观点来看呢，其实是解职博物馆的一小步，因为文化及自然资产的概念呢，其实到处都有，所以就我的观点而言，这是第一步。当然我们可以看这个世界上未来的一个解职议题，但是我觉得首先呢，不应该使用自然或是文化这样子的词汇，因为我觉得我是ICON 的会员，然后我也参与了这个里面的讨论，我其实非常强烈的反对使用文化及自然资产。可能大家会很惊讶，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概念是解职，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解职我们欧洲的思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框架，来去想想一些同理心。比如说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面有一只鸡腿，那它到底是自然还是文化的项目呢？其实很难去选吧，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们这个新定义的一些想法。谢谢。我个人有一些想法，想要回应洪教授的问题，还有从这个新定义的结果。再一次谢谢 Nicholas 跟他同事一起参与出现在的新定义，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有一群人，就是 ICON Defend， 他们18个月集结在一起，一起讨论新定义，然后他们集结了全世界的博物馆的专家，因为这必须是一个透明公开的过程。那去想想现在这个时期要能够如此公开透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疫情的关系。但是呢，92%的 ICON 成员都同意这个定义。我想如果我们去遵循这个新定义的逻辑，我们应该就可以找到解职自己的方式。当然我们下周五还会有更多的讨论，但我现在想要说明的是，例如博物馆要怎么去营运，以及有效的沟通，让这整个社区可以一起来参与。从博物馆营运来说，我们要怎么改变或者是创新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去跟大众沟通，以及让他们参与。所以其实这就是很多博物馆正在做的事情。但从这个8月的 ICON 会议当中，很多人都在讲博物馆要怎么去保存一个正在活生生的一个文化。有时候我们是在消耗，在消费某个文化，但是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就让这些相关的人来去进行他们相关的仪式或是祭典，并且促进不同社区来去执行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我觉得这是自然史博物馆可以做的方式来去解职自己。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非常广大的议题的一个简短的回答。那其实我有去台大地理系的课程，那我也有去这个洪教授的课程，然后去了解。我想我们这边有收到郭兆林的问题，他想要问 Nicholas， 他说
请 Nicholas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与艺术家合作的一些重点，以去发展科学相关的知识？因为有时候呢，跟不同领域的人很难沟通，更不用说你们想要一起去执行同一个专案，那你要怎么去跟不同领域的人沟通呢？甚至是艺术家。其实这个情况都有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先尝试找到一个共识。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主题，因为很多艺术家都想要朝向这个方向去创作。其实他们的工作呢，有一部分其实也是在科学上面所建立的，特别是地球科学。那这就是我们的共识，这是我们的共通点。那其实跟这样子的艺术家合作会比较容易，但是其实情况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共识就能够比较好处好合作，因为它不一定是跟自然史相关的议题，它也可以是人类人文的发展，那这就是我们有共通点可以合作的地方。我想每个专案都是特别的，都是新的体验，每个都非常有价值。好，飞爪，你这边有想要补充的吗？我只想要谢谢大家。这个研讨会呢，其实就是在介绍我们自然历史博物馆要怎么去邀请同国家的博物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交流。我希望大家都收获良多，特别是在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定义出来的新定义，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组织一个更完整的行动计划。我真的很想要谢谢每位讲者，因为我知道现在11月的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所以所有你今天所听到的简报都非常的珍贵，都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我也希望 ICON 的主席都有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 ICON Net Hist 的网站。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因为已经有新的理事会了，我们一定会对永续性有更深的理解，欢迎大家的参与。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跟同仁一起组织这次的会议，谢谢 Fedra。 再一次我要感谢不同国家的讲者，他们拨空来参加，还有我们的口译员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我们想要邀请大家参与下两场的会议，都是在11月25号，就是下礼拜五。那再来呢，希望大家可以协助我们填写问卷，你可以稍后在聊天室进入问卷的连结，或是等一下在荧幕上会显示。再一次感谢大家，再会。非常有趣的会议，谢谢大家。非常棒的研讨会，谢谢，拜拜。北田女士，希望可以很快看到你，非常期待，谢谢，谢谢。Kameda-sa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also, Nicholas, thank you. I can see how busy you are. I'm no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people, but I must admit that those days, that's absolutely crazy. Don't worry. I think this time, especially this time of the year, it's just very crazy. We have Darling over here as well. Darling, I'm not sure if she's still here. Darling is also busy as, I'm not going to say the bad word, but she's also very busy. It's just very strange, probably because after the pandemic, a lot